谢谢神，你成为我们的拯救。谢谢神，用你的爱不断的遮盖覆庇我们，因为是那位荣耀全能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的，神，你有权威荣光，但神你更有慈爱恩典。主啊，我们若单单只看见神你的权威，我们就看不见神你的爱。但是神，因着你的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深刻的感受是你的爱，在你的爱里面看见你那荣耀权威，在你的爱里面看见神满满的慈爱跟丰盛。谢谢主，主啊，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爱，用我们最深的敬拜来到你面前，单单你与我，我与你，享受这美好的时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说呢，要传福音，那要怎么传呢？传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在十九节二十节这里说，原来神的事情在人心里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明白，可以认识他的。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当然要传有一位至高全能的神，他是一个创造者。当然许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跟别人说神是创造者，有一点困难，因为这是让有些人他是自称是无神论者。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绝对的无神论者，讲无神论其实是不合逻辑的。怎么说呢？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说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原子笔，那么他基本上他必须找遍这个空间他才可以说没有原子笔，是不是？那么如果有一个人说这个宇宙没有神，那基本上他应该先找遍这个宇宙他才能讲这句话。那么如果从存在或者非存在界形而上两个界限都找遍，然后呢他说没有神，那基本定义呢，他找遍了存在界跟非存在界啊，所谓的玄而上的哲学界都找遍了，那他就是神了。所以他说没有神是不合逻辑的。第一个，没有人可以找遍；第二个，就算他找遍了，他就是神。所以说没有神其实是不合逻辑的，起码他只能说呢他不知道，也就是说没有绝对无神论者，他顶多只能说不可知论。我们要跟别人传讲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是很困难的，我们要跟别人传讲神是创造者，是这个宇宙唯一的主宰，他创造这一切是有困难的。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其实原本这个在人心里，人凭着他的良心就可以晓得，我们不需要跟他辩论，我们不需要讲太多，他就会知道神其实存在，他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面。从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可以晓得，从人的良心我们可以晓得，神不只是他是一个创造者，他还是一个审判者，他按照人的良心审判，他按照人所知道的律法来审判。神给人律法，神给人良心，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传讲神的时候，不是只有传讲他是一个创造者，也不是只有传讲他是一个审判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传讲他是一位拯救者，他又公义又慈爱，他来拯救我们，他希望我们得救，他不希望我们沉沦。有一个无神论者，他站着在论述他的无神论，那讲着讲着群众就围过来围观在他旁边，他就越讲越起劲，他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神，不相信我证明给你看，
他说如果真有一个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宇宙天地的主宰，如果有这样的神，那他可不可以在三分钟之内打雷把我劈死，来证明给你们看。他就站在那里，三分钟到了以后，他就说你看没有神吧，有的话他早就 打雷把我劈死了。这个时候呢，正好一个基督徒从旁边走过，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小声地跟这一位无神论者说，这位先生你有没有孩子？他说有啊，我有个孩子。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儿子啊，拿一把刀说爸爸你把我杀死，你会不会把他杀死？他说不会啊。他说是啊，神怎么会打雷把你劈死呢？因为他希望你得救，不希望你灭亡啊。最重要的是神希望我们得救，神是一个慈爱的拯救者，他又公义又慈爱。希望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那些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他们能够认识神的创造，认识神的公义慈爱，认识神的拯救，尤其认识神他是一位慈爱的拯救者。接下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为在校园里传福音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如何在校园里传讲神是创造者，神是审判者，神又是一个慈爱的拯救者，我们要怎么样讲给这些在校园里面的学生明白呢？我们来为在校园里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让我们在校园里可以传讲神，主啊，让我们在校园里可以传讲神是一个创造者，主啊，他是一个审判者，主啊，他也是一个慈爱的。哦，主耶稣，他是愿意望得救的慈爱的拯救者。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校园里，主啊，我们在传讲神的时候，主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校园里的学生们，他们能够明白，主啊，他们能够接受，主啊，他们被感动。主啊，他们能够成为主啊你的子民，主啊，他们能够主啊接受这一位神，这位全能的神又慈爱的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曾几何时我们都是在校园当中因着别人传福音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有得救的契机。主，谢谢主。主啊，是我们求你教导主啊神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们如何在校园当中把福音传递出去。主啊，主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整个现在主啊台湾的教育，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以为进化论好像是对的，但是神啊，这都是似是而非。主啊，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主啊，唯有耶稣基督你才是拯救，唯有耶稣基督你才是创造者。主啊，是的，我们也特别为台湾最近哦，整个性别教育主啊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让神的百姓清清楚楚的知道主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定位是什么。主啊，是的，也特别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校园当中，主啊，把你是一个拯救者，主啊，把你是一个创造者，把你是一个审判者，甚至是一个拯救者，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定位，让每一个在学校的学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刚强的心，我们不胆怯，因为神啊，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放胆的为主来传扬这样的福音。谢谢主。接下来我们来为在职场上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让我们在职场上知道怎么跟同事们传扬神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审判者，也是一个拯救者。我们在职场上不只是看见商场上的尔虞我诈，而是看见神是一个创造者，也是一个审判者，他更是一个拯救者。我们来为职场上所有的弟兄姊妹们的传福音来祷告。主啊，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主啊，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在职场上有智慧传扬福音，知道怎么样传扬福音，知道怎么样传扬神是一个创造者，也是一个审判者，也是一个拯救者。主啊，你来，主啊，帮助我们这些职场上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们传福音，跟我们的老板传福音，主啊，跟我们的朋友们传福音，主啊，跟我们的客户们传福音，主啊，让我们在职场上，主啊，我们总是抓住重点。向人介绍这位全能的神，这位爱世人的神。是的，主，你又是公义，你又是慈爱，主啊，这些属性都是属乎你的。在天父上帝，你的眼目查看全地，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躲得过你的眼睛。在天父上帝，恳求你，我们为着这些在职场上面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恳求你，哦，你的智慧要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愿你恩高他们，主啊，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他们。在天父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天父上帝，我们每天每天来到你的面前，先被你的话语来。
充满。在天父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先被那个光明来充满，先被属神的话语大大的来充满。在天父上帝，当我们在进到我们的职场里面的时候，不论这个职场有多么的不公义，不论这个职场有多么的有多么多软弱的事情在这当中，主啊，天父上帝，你都能够使用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先被你来充满了。主啊，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因为主你的能力、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恳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来为回教世界的传福音的智慧来祷告。在回教世界，要怎么样传扬神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审判者，又是一个拯救者呢？我们为在回教世界传福音的基督徒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主啊，我们要为整个回教世界主啊这些基督徒们来祷告。主啊，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主啊他们主啊有智慧，主啊他们遭遇到了一些挑战，主啊让他们有爱心、有智慧、有忍耐、有宽容，知道怎么样传扬神是一个创造者，他也是一个审判者，他更是一个慈爱的拯救者。圣灵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为在回教世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来祷告，主啊你来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引导他们。谢谢你，耶稣，谢谢你为这回教国家向主交托。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基督徒那么明显的看到这些人需要你。耶稣，他们是回教国家，好像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神啊，你把自由意志放在人的心里面，耶稣，这是属你的。耶稣，耶稣帮助这些回教徒，耶稣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耶稣，求你翻转，耶稣，求你兴起神在回教国你的百姓，耶稣让他们可以很勇敢的去传扬你的福音。耶稣，好像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传，好像有很多的限制，这个不可以讲，那个不可以讲，但是神啊，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做，靠着你我们会赢得智慧，我们会赢得灵魂，在靠着神我们什么都能做。耶稣，兴起你的百姓，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勇敢去告诉这些回教徒，神你是唯一的拯救者，没有别人，只有你。耶稣，谢谢你垂听孩子的祷告，谢谢你耶稣。接下来我们为佛教世界的基督徒们来祷告，让这些基督弟兄姊妹们在佛教的世界可以传扬神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审判者，也是一个慈爱的拯救者。我们一起同声跟我来祷告。主啊，我们要为佛教世界、佛教国家、佛教地区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主啊，让他们在那个地区，主啊有智慧传讲神，主啊传讲神的创造、神的大能，神也是一个审判者。主啊，让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向佛教徒传福音的时候，让他们清楚的知道神也是拯救者。主啊，是依靠神的拯救。主啊，就是不是靠着自己。主啊，不是靠着自己所行所作所为，主啊，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他的爱就因此而显明。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是的，主，我们看见台湾是一个佛教较多的国家，主啊，你看见人们心中多么样的空虚的，多么的无助。主啊，人们知道有一位神，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样亲近神。主啊，人们总是用无知的方法，花金钱、花时间，甚至花上自己的好行为来作为代价，他们不知道神已经 为他付上代价了。是的，是的。主啊，恳求你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有一位拯救者，是已经付上代价的拯救者，他们是无条件被赎回的羔羊。主啊，是的，主，恳求你帮助他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神是慈爱的，并不是一个好行为。谢谢你。接下来我们为印度教的世界来祷告，在印度教的地区，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知道怎么样向印度教徒传福音，因为他们心中不认识这位神，更不晓得这位慈爱的主已经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为所有的印度教的基督徒们祷告，也为印度教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祷告。主耶稣，主啊，我们要为印度教的世界来祷告。主啊，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印度教的世界当中，主啊有智慧传扬福音，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知道怎么跟他们讲。主啊，神是爱他们的神，这位神不只是存在，主啊不只是存在天地当中，主啊他也是爱他们的神。主啊，让这些在印度教的世界当中的弟兄姊妹们，主啊他们知道，主啊讲的何宜，知道怎么样主啊面对这些印度教的传福音。主耶稣，求你的帮助。
主耶稣，我们为在整个印度教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神的百姓们来祷告。所以呢，虽然说在这个国家里面，主啊，这样的国家里面很多都是啊多神论，主啊，他们不知道，主啊，他们根本不确认，主啊，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独一真神。但是神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们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常常是遭受羞辱的。主啊，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地位的。主啊，真的让我们这些百姓们，让神的儿女们知道，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主啊，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在印度教国家的这样的这些百姓们也是需要神的福音的。主啊，谢谢主。主啊，让他们在这样的心智当中，如何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主啊，让他们行完神你给他们的使命道路，主啊，来成就神你的旨事，把福音能够更多的传递给这样国家的这些哦同胞们。主啊，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神啊，你是一个创造者。主啊，你是一个哦，主啊，你是一个审判者。主，我们更相信你是一个拯救者。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这些人都需要你的拯救。我们相信神啊，你要在印度教国家当中施行你的拯救。谢谢你。接下来我们再为在军中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让他们知道在军中里面怎么样传福音，让他们知道真正有权柄、有能力创造、有权柄审判、有慈爱拯救的是我们的神。我们为在军中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让我们在军中的这些弟兄姊妹，主啊，他们知道怎么样传扬福音。主啊，让我们知道权柄来自于神。主啊，审判来自于神。主啊，创造大能来自于神。主啊，拯救的慈爱、怜悯也来自于神。主啊，让我们，主啊，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军中知道怎么样向他们军中的弟兄们传福音，知道正确的传福音，知道怎么样，主啊，引导哦，在军中里还不认识你的人，主啊，让他们来到这位全能的神又慈爱公义的神面前，主啊，让他们得着救恩。是的，主。让我们所有在军中的弟兄姐妹都明白，主耶稣你是我们万军的统帅。主啊，你用爱统管万有，在天父上帝你的爱充满我们。主啊，在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在你的爱里面有真正的自由，所有一切的捆绑都会离开我们。是的，在天父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为着主来征战，超越国家超越一切的权柄，因为主你是最高的权柄。在天父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为着你来征战，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那个并不是属血气的与我们一样的肢体。主啊，天父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在那个天空掌权的恶者。主啊，天父上帝帮助我们为着主来征战，而且征战要得胜。感谢主。接下来我们为劳工界的朋友们祷告，为劳工界当中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让他们有智慧正确的传讲神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审判者，也是一个慈爱的拯救者。我们来为劳工界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耶稣，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主啊，这些劳工界的朋友们，主啊，他们能够明白，主啊，神才是真正掌权的神。主啊，他有大能，主啊，他有审判的权柄，主啊，他是慈爱的神。主啊，让我们这些劳工界当中的朋友们，主啊，他们知道，主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主啊，在工作当中，神掌权，神管理这一切。主啊，神爱他们，哦，主啊，神，主啊，他们，哦，主啊，神愿意亲近他们，神认识他们，神也愿意。他们来认识神。主啊，让我们这些劳工界的弟兄姊妹们知道怎么跟劳工界的朋友们传福音。主啊，让他们有方法、有口才、有智慧。最后，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求神来转化我们每一个城市，让我们全国百姓知道神是独一真神，他是审判者，也是一个拯救者。我们为我们国家每一个城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主啊，我们为我们全国每一个城市来祷告。主啊，你能转化每一个城市，能得到每一个城市。主啊，让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主啊，一一被你转化。主啊，让福音能够传遍主啊，全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主啊，你能得到我们全国的百姓。主啊，让他们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大能的主、审判的主，也慈爱愿意拯救人的主。主啊，你来转化我们的国家城市。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城市，主啊，高唱荣耀主名。主啊，让我们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城市，主啊，可以主啊，能够突破一切的困境，能传扬福音，让福音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
主耶稣，我们要为我们的全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祷告，主啊，让福音能够没有任何拦阻可以进到人心里面去。主啊，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你是掌权的主，主啊，你也是审判的主，你更是慈爱的主，用你的怜悯慈爱能够攻破一切的防线，进入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主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所爱的同胞，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来转化我们的国家，得着那些尚未认识你的人。是，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独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今在永在的神。